爱豆们的那些耿直发言。这是什么鱼知道吗？小鱼。小鱼。小鱼。可能有些朋友是这样子，不会自己主动点歌，别人点，哎，这首歌我会唱，我就跟着来。这种人最讨厌，好不好？对，小菊就是这种人。对不起，我听见，没听见。什么星座你会觉得还蛮有好感的？长得好看的。长得好看的星座。丑。哇，这啥的？帅不帅吗？可爱啊！我就是想找绿茶这样的辣的，来不辣，就是辣吗？该认真认真，可爱可爱，辣也辣。不是全靠手机是不好的习惯啊！我还不信这个世界上有谁不玩手机的年轻人。经理最小，桌蛋不敢说。要不你们在淘汰的人里面抽几个人送我手机呢？我再参与就弄点奖回去啥的，就也挺好的。